这个街头行为艺术人体定格术太有趣了，你还不会吗？我来教你，你也可以这么帅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如何让身体像一个雕塑的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在领带还有衣服的两侧装上一根铁丝，把领带往上翘，因为里面有铁丝，所以它不会掉下来。接下来呢，还要把左边的铁丝也给它给弄弯起来，那么看起来衣服就像一个雕塑一样，右边也是把它给弄弯一下。好了，弄完之后呢，还需要准备一些小道具啊，比如说有墨镜的话戴上墨镜，那么手上有钱包皮夹的也可以拿在手里面，没有的话拿一本书也可以。然后呢，左脚向前迈一大步，那么把左脚的脚尖翘起来，然后呢右手往后摆，这个造型随便你怎么摆，重点是要保持一动不动，这样看起来就有一种定格的感觉了。接下来我们去户外试一下，最近吃不上饭的朋友可以穿这个造型走在街上，放一个盆在前面，说不定一天的饭钱又到手了。